38度，喝碗粥再喝杯感冒灵。如果明天一早还是不舒服，一定要去医院，知道吗？连肉都没有，看着就没有食欲。肉在下面，这是我特意做的牛肉粥。你做的？那不然呢？我用魔法变出来的。没力气，喝不动。大哥，你不会还想让我喂你吧？不用，就让我病死拉倒好了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我是那种看见空巢老人生病毫无波动转头就走的人吗？不是讨厌我吗？你想多了吧，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我捧着你供着你都来不及呢。不想吃了。哼，不吃也得吃。哎呦，我不吃讨厌我的人做的东西。到底谁跟你说我讨厌你了？还需要人说吗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哎，还凶我。那只是成年人的意识崩溃罢了。好吧，那时候是挺讨厌你的，但现在不讨厌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在乖乖喝粥呀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